Hello， 各位单车时代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飞哥。关于要不要上卡这个万年问题呢，相信一定困扰着很多车友们。我自己呢，也曾经在这一关卡了一段时间。那关于上卡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？那会不会如传言中的上卡帅三次？我们接下来就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卡的大小事。为什么要上卡呢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提升你的踩踏效率。因为卡鞋顾名思义就是把鞋子卡在踏板里，当你鞋子跟踏板合为一体的时候，你再通过踩踏下实点，可以稍微有一点提拉的力量，让你的踩踏会更加的顺畅，同时效率就会提升。这就是我们上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有没有上卡之间的踩踏效率到底差异多少呢？我们透过可以分析踩踏的功率计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这边呢，把条件设定在我用的齿比是5313，然后固定在93的回转速。再来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没有上卡一般的踏板，我骑起来又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们上卡跟没有上卡的数据都收集完毕了。那我们先来看有上卡的部分。在有上卡的时候呢，我的踩踏功率平均是226瓦，而我的踩踏效率平均是来到43%。可是没有上卡的时候呢，我的踩踏功率必须要增加，来到234瓦，而我的踩踏效率却是下降到35%而已。这两个之间的差异最大是差在哪里？大家可以看到底下这个圆圈圈的图形，红色的代表是有效的施力，蓝色部分是代表是无效施力，甚至是负向施力。因为你的腿有重量，你腿不施力的时候，它等于是压在你的踏板上，你必须要更加出力才能把你的腿给带过去。那有上卡的时候，可以看那个蓝色的直线非常的小，一直要到比较晚才会出现。可是没有上卡之后呢，过6点钟方向，你可以看到那个蓝色的线非常的明显，而且它就是很长一条线，代表是它对于你的踩踏是一个拖累的状况。那两个比较起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上卡跟没上卡之间，没有上卡需要多花8瓦的功率，而踩踏效率也少了8%。这只是短短2分钟的一个测试时间。如果你想想看，今天你要挑战的是百 K 超过3.5甚至4个小时以上的骑乘的时候，这一些损耗掉的功率会占掉你多少的力气？看完这支影片的话，相信上卡的优点大家心里应该有个底了。对于上卡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底下跟我们留言讨论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